来为大家示范最稳的露西队，好，七万分。被重置 CD 啊，对哦，被重置哎，被重置 CD 3而已吧，对啊。好，艾尔莎要打开了哈。美小姐带魔姐哦，魔姐应该也是可以吧？你可以试试看啊，我没试过，我也不敢跟你保证说一定可以，好不好？露西记得开啊，各位观众。哦，这个碟，哇！哦、我们拉高这个平均combo数。来，艾尔莎再开。露西要开，有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七康再开艾尔莎。好，再来呢，刚好来到这个木强化三鼠盾。直接开这个叫什么克利斯是不是？好，直接这样子。来一波带走。接下来下一关哦，红绿灯。欸，是红绿灯吧？对，红绿灯。好，红绿灯我们继续开这个。然后露西再开。然后一样这个骑手。好，下一关哈、哦，这个剪刀石头布开起来，然后石头起手，石头起手，石头起手，好、哦，这个起手，然后再来下一关哈、哦，水珠不要手消开。艾尔莎，艾尔莎，啊，艾尔莎被重置没关系，我们开这个，哦，然后这样子，没有打死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等一下一样还是要再洗。我们要洗那个拉格萨斯出来，所以我们一样要再洗。好，这边还要再洗一回合哦，各位。那但是新珠跟新珠不能手消啦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开露西、拉格萨斯。把光暗全部炸掉，然后再来，重点来了哈！重点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先开这个 ，OK， 全部技能全部给他，啊，分数。才5800多万，我应该开个龙科，可是开龙科感觉时间又会变少。没关系，我们这一场呢，舍弃伤害，但是换来的是平均高康，然后还有，短时间短回合，看一下分数多少。72000包鬼啊，3000满分回合满分，
然后时间的话是4分23秒，主要是这个最大伤害太低了哈，最大伤害满分是10000，所以如果说你伤害满分的话，应该可以到接近8万，哦，然后平均combo7，好 ，OK。